介绍一下你。可以，我是这个 Principal Better 那个 Bolas 啊，那个水的啊。那么 Rovida 啦 ，Rovida 是是。那我还没有辞职之前啊，我以前啊身体啊二十多年前我都是喉咙痛，那么以后我都没有痛过。我被吃了以后呢，他就啊吃了几天就开始啊又开始痛，把我以前很久很久的病啊啊复发出来啊，所以我觉得我这么厉害呀、啊，所以又把我追回到我以前啊很久的病啊都拉出来啊，这个是好事了。啊，医生这个非常好了，非常好啊！还有提到你的那个皮肤呢？这个皮肤呢？我这个很多那个黑斑，一点一点点的黑黑的那么吃了呢，它慢慢是属于老人斑吗？啊，老是啊，是老人斑。现在呢？现在已经怎么看到了吗？现在比较比较淡的一点。总共吃了多久啊？请问？我才吃了才将近。一个月了哦，OK 好，谢谢你啊，OK。